再拉，再拉，还没断，还没断，还没断。哦。You said let's jump on the bus and take a ride downtown. Well, I don't know about that. But can you help me first to get these boxes down? Well, I don't know about that. We have the whole day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德瑞克。今天的话礼拜六，那我们上次有来吃过一间那种冻饭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，可以看我的影片左上角这边。那一间冻饭的话，老板后来有跟我们讲说，他还有两个新的产品，两个产品，第一个是很特别，柴烧猪排。他说上面是柴鱼，然后烧过，我也不知道那到底长得像怎样。然后另外一个是说，他们说他们现在气质改成另外一种，听说可以拉超高，我们等一下来拉看到底可以拉多高。好喽。I don't know about that. I don't know about that. Let's call some friends over for a game of poker or so. Well, I don't know about that. Or should I turn on the TV or the radio? Well, I don't know about that. There's a whole list full of all the things. 再拉，再拉。还没断，还没断，还没断，还没断啊！断了。哎，这是我们点的哈，这个是上次有吃过韩美的起司冻，这一次是带了一如的妈妈一起来吃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你再来看，把蛋打破加了，对，插进去。哇！哇！超肥超肥的，来吃吃吃一口。哇！这个上次点的这一个。魂牵梦萦，我聚焦一下。哎，没破。哦。这个很特别哦，这个是亲子冻，可是他加的是麻油，他是用麻油去煮的亲子冻，超屌的，很香啊。然后这次我们有点一个这个炸三鲜，他的这个煮甲鱼跟炸虾超好吃，而且还加了一颗超大的牡蛎。然后这个也是我们新点的，很特别。这个的话是柴烧猪排，它猪排超厚的，你拿一块出来，快一点翻过来我这边，对，这猪排超厚的，它这上面有加一些类似像是好像明太子酱还是美乃滋，然后烤过以后再加柴鱼上去，这个看起来很香哎，对啊，好了，吃吃看，吃吃看。昨天吃过，这次吃这一个。我干嘛戴口罩？亲子冻加麻油，那鸡腿肉超大块的，满满的鸡腿肉。That's fine。块鸡腿肉，麻油香，哎呀！哇，我是中加的哦。那鸡腿肉很嫩，而且够咸，然后再加上那个麻油香，我是中加的。哇，这好好吃哦！这个打破我对它去的印象了，这已经快要荣升第一名了。嗯，哦，就另外一个这个，这个比较新的嘛。你闻起来像章鱼烧，章鱼烧的炸猪排。嗯嗯，章鱼烧口味的炸猪排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很柴哦。超柴的。跟柴尔是富士鸡一样柴。这个的话是我们这次点的炸三鲜，其实它这一家炸物我们一直都很喜欢。上次我们其实有单点吃这个猪甲鱼，猪甲鱼超好吃的。那生蚝是你喜欢的，然后它虾子，哎呀虾子我记得它里面整只哦，它不是面衣很厚的那种。吃吧，来给大家收音一下它的脆度哈，大家来想一下它的脆度哦。你听到声音吗？超脆的。阿姨，安尼有好食无？好食哦，真正好好食。麻油真赞诶。